现在来到 Milwaukee 的 Mitchell International Airport。今天是国庆连假前夕，那我要去 DC 旅游，准备来这个进行走路有风的事，这个要准备来使用我的 TSA PreCheck。过安检了，大概说明一下，我在五分钟就过了。最左边这边是那个是 TSA PreCheck， 然后旁边剩下的全部都是那个一般乘客这样子。那所以过安检之后就会首先就是会经过一个商店啦， Milwaukee 的，其实后面没有很多东西这样子。然后大概讲一下 TSA PreCheck 的是有多方便这样子，就是我过安检的时候我不用脱鞋，然后我只需要就把我的包包，然后手机手表这些，就是反正身上的物件拿下来，然后这个你就放到一个盒子里嘛，然后人就直接走过去这样子就好了。他刚刚其实加强检查部分就只有我那个行李和那个随身行李和 carry on 过那个检查机器之后，然后他就只有加强检查我的这个电脑，然后还有手机，就这样而已。如果你有平板电脑，他也会检查这样子，就他就拿他的这个机器再扫一下这样子，所以就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大概多花一分钟这样子。所以非常鼓励大家看办 Global Entry 哦，5年$100。过刚那个长廊之后，大家就会到达这个一区是刚那边也是有吃东西的，那大概这里就是有一些小店这样子，所以Milwaukee 的机场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你如果要吃的喝的话，基本上还是有一些这样子，但是你要什么很 fancy 的店的话，当然没有吧。好，那就等一下找个饮料，然后我自己自制的三明治，然后吃一下午餐，就准备登机了。这家店叫做 The Great American Bagel Bakery， 它其实有一些不错的午餐啦。如果大家是来机场吃个午餐要上飞机的话，我觉得在 Milwaukee Airport 有一些不错的选择。分享一个小故事，平常其实我不太买 Starbucks 的因为我觉得对这品牌没有太大的热忱，就跟苹果手机什么电脑一样。那刚发现说我其实想要随便买一个冰咖啡就好，然后就一般店里面，然后他说只有卖热的，然后被他嘴了一下说那个你要冰咖啡的话只有 Starbucks 才卖这样，然后我就说哦原来如此，好谢谢你告诉我 Starbucks 有卖，然后我就去 Starbucks 买了一杯冰拿铁这样子，然后把牛奶部分换成 oatmeal。 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这种选项啊，但是美国这边其实蛮多，就是对于牛奶乳制品就是过敏的人，他们可能就会点拿铁的时候就会把牛奶换成这个燕麦奶或者是杏仁奶这样子。那就我刚好也对美国牛奶好像有点过敏，所以我每次只要点拿铁我一定是这样子换。对，那这个大概是 Milwaukee 机场的一个小发现，这样就是如果你要买冰的咖啡的话，可能星巴克就是你唯一选择啊。登机喽，这个 basic economy 是基本上是最后登机的，所以就不急，慢慢来。Thank you.
Detroit。上次来底特律机场的时候，好像是去旧金山，然后回程的时候吧。然后那一次好像也是第一次在机场吃到 Chick-fil-A。然后它这里有一个算是航厦电车吧，我想说去搭一下，反正其实我时间还非常充裕啊。但我想这应该是给那种时间快要不够的人去吧。不过这个它好像是到 gate 11到15，所以我可能要再确认一下，因为那个是到 south， 然后我的号码比较大，是现在这边19、21，然后我是70几，所以我可能要找一个航厦列车是到 north 的，我猜。那我们就去一起看看吧。其实我走着走着发现，好像没有。另外一个航厦的，就是这个让我搭乘这个航厦电车的楼梯可以爬上去，所以我在猜可能刚刚那个 sales 那边是真的很远，所以他就是帮你节省时间，怕你连跑也跑不到这样子。那我想 north 的话可能真的比较近吧，像我刚刚这样随便走一下就已经前进10了，所以大概不到5分钟吧，所以如果前进一个40的话，可能也是10几20分钟就可以到了吧。好，我们继续前进。底特律机场这个连这个 sushi 都有，这个确实是比 Milwaukee 的机场大非常多。这个很多你想象的食物可能这边都有这样子，当然。麦当劳就是还蛮基本的，但虽然说 Milwaukee 的机场也是没有啊，所以在这边的话，食物你就有比较多选项这样。毕竟我想很多人会来这边转机，然后待的时间长一点，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三餐时间，那你就可以挑选你喜欢的食物。所以这边有麦当劳，所以如果是团体一起来的话，也可以这边啪啦哦。大机场有人在，比较大的机场有人在表演。钢琴也是不为过的吧。结果呢，我还是被我找到，就是航厦电梯的这个楼梯通往，然后有发现，确实有到这个，它有分一边是56到78，然后另外一边是，算南边1到28这样子。所以呢，虽然我时间非常充足，但是我们还是来搭一下吧，可以搭回来，搭过去，搭过来，然后我要去搭来搭去，搭来搭去，时间还非常够。好啦，航厦电车来喽。出发。出发喽。The不到1分钟就抵达，真的是有够快啊！这边是56到78，所以从这个车一出来，马上就是65、67到78，我就是71，到了前往71。不过这个地方看起来就是好像很远离那些餐厅，所以。如果你想要待在餐厅内区的话，你可能就要晚一点再搭车过来。显然我错了，这里还是有很多餐厅的，而且还有某个朋友最喜欢的 Chick-fil-A。
七十一到了。欢迎来到 DC 机场。DCA DC 的机场有一些店 Bakery， 然后这边有一个 bar， 然后有一个，这个应该是目前没有营业的便利商店吧。这个飞机出来之后，我们现在要去搭 Metro，然后前往这个朋友居住的城市。哦，DC 的地铁前进 Rockville。来这个 DC 的餐后发现贡茶，DC 的市区感觉就是都是这种大，就是很，虽然它没有非常非常高，但是它其实就一栋建筑物都是很大这样子，所以会让你觉得说，好像就是在你在包围在街道里面的时候就很壮观这样子，觉得这应该是可能是 DC Downtown DC 一个特色吧。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我今天发现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它其实有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Department， 然后。可以，我觉得之后可以也可以考虑当做工作一个地点，所以想说去参观一下。那既然身为一个喜欢骑脚踏车的人，不免俗的，我刚刚已经注册了他们当地的脚踏车，然后现在有去借他的脚踏车来骑这样子。然后等一下骑过去这个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呢，路上可能会经过白宫，那就看看有没有机会拍到这样子。好，期待啦。前方这个呢，红色的就是 DC 的这个公共脚踏车，那它其实它是，它的名字是叫 Capital Bike Share， 所以它的那个 APP 其实就叫做 KB 这样子。我刚才原本还在想说，为什么不叫做 DC Bike 这样子？对，那这个其实是我很喜欢的红色，所以我就觉得说，太棒了！如果以后来这个城市住的话，就可以常常骑到这个红色的脚踏车。好，我们现在要出发去。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Let's go。 这不知道是不是 DC 的人长得比较高，还是 DC 脚踏车很高。 Milwaukee 这个我大概会调到4到5，然后这边居然调1，就跟 Milwaukee 高度差不多，真的是长知识。在 DC 骑车， Let's go。 刚经过了白宫，那我们刚刚过了18街，现在走到 G Street 上面，然后骑到22街就是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所以接近了。就我刚刚没有骑多久，结果就 1.5 块了，所以早知道我刚刚就给他买 One Day Pass。进入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领域了，这个蛮有趣的，它是单行道，然后脚踏车是要骑左边，然后这边反正我就是一个人行道骑脚踏车仔。这个算是一个
也是了解到说，原来单行道脚踏车会骑在左边，蛮有趣的。那现在我们就是现在这样一直看到都是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建筑物，那感觉是也是古色古香的啦，不错。来到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拱门，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坐落于他的图书馆，这个是他的图书馆这样子，然后后面就有一个钟楼这样子。那这个是算是在22街的这个我觉得应该算东方，面向东方的地方。刚获得一些资讯，就是这是大门嘛，然后如果往左边去的话，大门左边去会看到巨大河嘛，然后也可以找到一些就是乔治华盛顿的头像，这样巨大的头像。然后如果在这边的话，这栋是 engineering building， 所以我非常的 lucky， 就他在旁边，所以我来去参观一下。听说就是不需要门禁卡就可以进去，但是图书馆的话需要门禁卡。这一边是 Gilman Library， 然后如果你转180度过去的话，就是这个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的 Engineering Department。然后刚进去的时候是七楼的时候是 Cancer Engineering， 然后六楼的话是比较算是医学相关的，就是 Engineering。然后六楼、五楼这边都是包含这个 biomedical engineering， 然后四楼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然后三楼也有 mechanical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然后还有 civil engineering。那二楼就是他们的办公室这样子，然后再回到一楼他的大厅，然后地下室就是有这个 machine shop， 然后还有这个他们的算是manufacturing center 之类的 nano manufacturing。专业导览，这是 GW Engineering Building。那刚刚有某个影片里面说有一个小姐带我进去，其实我后来发现那个左边的门根本就没有锁，就直接可以进去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进去参观一下，我觉得不错。在这个Library 的拱门对面呢，其实就有一些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的感觉。这个 University 的 Campus Store 在这里。这个入口进去这样子，所以你如果要买纪念品的话，可以到这边来购买。那我们就继续前进，看会不会找到那只河马。刚好遇到在介绍河马的人，说是 George 的 Colonia Hippo。那经过这个河马呢，它的左手边是这个 Media and 这个 Public Arts， 我想就是跟新闻业相关的这个一栋大楼吧。然后呢，我们接着就看到这个 George Washington 的雕像。据说这个大学里面其实有好几个这样的雕像，那在散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那这就是其中一个。乔治华盛顿的雕像。乔治华盛顿大学的 Law School， 其实乔治华盛顿大学和 Georgetown University 都让给我一种就是那种文学气质浓厚、那法商的感觉，所以这个我刚好经过这个他的法学院，也让我非常不意外，就是我觉得这边一定是有法学院的。那我比较惊讶的反而是就是他的 engineering 也是 program 是非常的不错的。林肯纪念华盛顿纪念碑 preview， 明天应该会来这里。今天骑脚踏车的时候顺路经过一下，不错哦。我们今天晚餐要去 Marina 家吃晚餐。Marina， 耶！这个Metro 的电梯坏掉，只好走这个超级长的下去。我的天，这大概是不知道几楼高，5楼以上吧。